什么是 director？ 是公司的高层。director 就是 director 咯。我知道，我知道，只要你是人，你就可以做 director 了。你要满18岁，你要住在马来西亚，你不能破产，你还要是个正常人。什么是 shareholder？ shareholder 打工的咯。是股东，是公司的老板。shareholder 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公司。director 的职责是什么？做着的收钱哦。可以拿 dividend。帮公司赚大钱，还有，不要违法。确保公司的 operation 正常运作。shareholder 的权利是什么？啊，这个我知道，可以拿 dividend 吗？打我喽。可以 attend 股东大会。哦，可以 appoint 还有炒掉 director。director 有什么风险？如果做不好，就会被shareholder炒鱿鱼喽。还有，忘记了。有可能被诉啦。如果你违反 Companies Act， 你就会被罚款和坐牢。shareholder 有什么风险？ shareholder 哪里有什么风险呢？公司亏钱，抵扣的赔款。就是，然后投资在公司的钱都有可能被亏完的。